各位，我们海畔川点燃了新的希望之火，而且从这里炼出来的铁将会打响我们狗业国炼铁术的名声，这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一刻啊。龙飞，那边走进去的人是我娘对吧？是千钧夫人。你是我郑剑飞的儿子，我要让你成为狗业国的国王。你想杀我是吗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你不就会杀了我们首路吗？我就告诉你吧，杀死赵方的人就是我，首路会受苦受难都是被你害的。首路一定要完成你的使命，成就大业。谢谢善良对你，你要原谅我这个娘。每周六日下午5点，《金首路》。